如果有一个女孩子真心爱上你，可是你只把人家当成一个可能你人生里面一个很短暂的玩伴，不知道这有多伤害，不难过吗？有一些话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说得出口，如果太多人的话就没有勇气说了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每周六晚上9点，偷心大圣 PS 男